五分五平均方程方式瑕疵案，我需要更多 tensor two 并且转入战术频道三平。好，哪里？请上去 res 帮你并且转三平。本来 location。Dispatch, one alpha six twenty four. 我靠，没说哪里耶。这边帮你502，总共是三。哦，502。Dispatch one alpha zero four, responding 56，一百六十万。是哪呀？三品还是几品啊 ？Hello， 三品还是几品？情况是三品。三品好了。等待。正常。陈肯，你说上面是不是？上面的豪宅。Temple 上面豪宅。Radio check. 地区我先备一个 SWAT 单位，好的，帮我去呼叫一下索林哥。对不起，陈肯。小飞上来左边，等待到备选。502。啊，风控单位可以封锁那个三角山的入口吗？然后这条路塞不人。Radio check. Hank. 哎，李杰，我现场指挥，探头去背 SWAT。Negative. Negative 个屁！我已经到现场，要不你去给 Mark 打电话。你为什么要抢？你可以个屁！然后我们会视情况，我会问主任。学长，我来打吧。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？我们可以其实先在外面谈一下你的要求跟你的诉求，然后我们其实会，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诉求，我只是要你们随便一个人 ，BI 的，或是你们稍等。但是我这边看到我们这边一直发生各种 TC 是我的问题。嗯？什么？我一直看到我们这边巡逻车一直发生 TC 是我的问题。好题，我这边是没遇到，该我自己查看一下，自己自检一下。6328，只有我一个，所以你们大可放心，我要逃也逃不掉。就是希望你们进来帮我们。是的，我们是来帮助你的，我们不是来什么伤害你之类的，我们只是想让这件事情和平的解决之类的。和平呢？对，我们大可和平，那我们可以放你走，然后我们后面再追，或者是没有，我一个车而已，我一个车。来帮助你的。够了，不要废话那么多，不要废话那么多。我一个车而已啊。诉求就一个，你们警方的探员，不管是谁，进来跟我聊一聊。如果没事，我可以平安的放人质走，就这样可以吗？好啊，这个啊，算了，我了解了。那我先跟主任官谈一下。唐明德，你有听到吗？唐明德，超乱，不知道。看一下。看一下。声音不响。要在那个吗？周三。刚这边的旁边的，因为你的 F9 的手掌拿出来看一下才行。我在上面。因为 Hank 跟 Echo， 但他们现在好像失踪了。他们好像很失踪。Negative。他们原本是接手指挥，但现在没听到声音，所以在询问。指挥全就跑，正奈度接管现场指挥。正奈度啊，现在里面的歹徒。现在里面的歹徒要求就是我要一个 special agent， 就是 BI 的人进去跟他谈谈。
而且他是一个人杀死三个人，组成抱歉，全团体。我们是主任总什么？我请问那个，请问康班长，那个枪是是那个警员不小心走火，那扳机没有那个用好，那个手指卡进去扳机里面了，你先不要紧张。请问全团体。我的，希望你们再注意一点，不然保不好我的手也会不小心。知道，我知道。我是 David Bosch， 我是需要 SWAT 还是 HRT？ 我发简上司。我靠！啊，刚刚不是询问说是需要 SWAT？ 太了。我去呼叫叶麦子。他妈的，他妈谁抽开枪？叶麦子，你现在可以指挥吗？好，指挥官，我再想一下刚才状况，就是他需要一个探员 agent 进去跟他谈谈。然后他一个人，现在一个人挟持三个人质。哎，现在可以没指挥。哎，指挥，您来退伍吧，指挥，是这个接管指挥。他妈的！然后目前。就是他一个人杀死三个人，而且他好像是近期杀人，就是杀人凶杀案的主谋了。嗯，所以他要的诉求是什么？给我一句。他的诉求就是一个 agent 进去跟他谈谈。不行，我得先看到三个人质，没看，不行，我至少要看到人质都安全。我们不能冒险让进去。然后你通知一下，过来这边等待，然后通知一下看。你去。那阵法登三兵，叶麦子调派。你过来。你去通知看有没有 JRT 来这边备勤，然后再来通知 EMS。现在单位进组之前了吗？好，然后再去通知 EMS 到附近驻扎，哦，被驻扎，然后再来通知一下线上的巡警 TNA 的，再过来支援。啊，我去叫。而且三脚下也要封控，三脚下都跑不下去。就是505那里，反正等进来，我先到很多先进，好吧？对，然后再来等SWAT， 通知 SWAT 过来，好，就这样。SWAT 不在了吗？算了，先上可用的指挥官认为是我们需要先看到人质的安全，你可以先把人质先那三个同事出来让我们看一下吗？就是我们需要确保他的安全。这是你可以帮我办到这件事情吗？check 502上面里面两个出来，哇塞，505跟502之间是502上面。所以你们在哪地吗？三八多少三十三天那里？你知道东部有个500那里有个水吧？下面那一条街。这位警官，我跟你说，502地区，然后你，我现在可以让你们看一眼人质的安全，但我先警告你们，是，多次炸弹就会爆炸，我并不建议让在场所有警官跟我一起下地狱。所以现在等待收兵单内有没有说话的单位？我只想确保我进去之前，我想去看一下人质的安全。没有问题。该战术频道内有没有作案单位的？推开到后面去。在战术频道的所有的单位去找一下 Hank 集团一下，好不好？Commander， 他现在人家总算给我们看。这个车好意思，这个车。陈博，你当然先确保人质安全，再谈吧。他妈警员开枪打我啊！我是挖的那一集哈。我们已经退开了支援，现在可以把那个。三位可以等一下。开个车门。好，我看到他了，你先让他转一圈吗？双手举个转一圈。那一张金块，去问一下，需要支援地点是哪个位置？502。后备箱。坦克。在哪 ？OK， sir， thank you。坦克他绑架了三名人士，身上都穿了炸弹背心，我需要 SWAT 再准备一个绑手。成功。他们只有炸弹，我需要那个拆弹小子。OK， 你可以先把他带进去，然后再换下一个人质出来了。反正我看到他的人质上面他们有绑炸弹的。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，我还看到里面三个都有炸弹。把巡警车往后移一下，正好正去前面。是啊，小姐你还好吗，小姐？警
警员都后往后撤一点，他们都有炸弹。不知道你需要怎么？穿背心那个？好像不是。我操！牛皮。那个，你可以下一个人质出来。啊，可能需要崩出来，妈妈。他们是炸弹背心。啊，算了，你可以转一圈，算你转一圈。哎，对，你转一圈啊，你可以告诉我他有没有伤害你吗？OK， 你可以先把它放进那个，我们会派探员进去跟你谈谈的。我是 Lee Seven， 他是 Lee Three。好，巡警啊，巡警注意，先把你们车子往后移一点，那个等下 SWAT 会装甲车会进入，给他们一点空间。然后巡警车子啊、往后移，还有一个注意点就是啊、嫌犯身上、人质身上他妈都有炸弹，你们系保持一点安全距离。频道有警员是 Air 单位的吗？有警员能飞 Air 的吗？是。决定好了吗？啊，是我们已经知道你人质的状况了。那你介意我们进去的同时，我再带两个盾牌手或一个盾牌手？ Air 在哪里？我们先巡警，真是麻烦了、啊。这儿啊，因为我们还要是要保护我们警员的安全。因为我们也知道你有炸弹的，那我们也不敢轻举妄动，你懂我意思？最多一颗，这是我最大的让步。你说最多一个盾牌手术吗？是。啊，行，我知道了。你要进去谈吗？我啊，你是谈判官，我的意思是我不放心让你进去啊。所以我说没有，他们有炸弹啊，我们也不敢轻举妄动，所以看他们讲，我需要一个盾牌手进去啊，因为他是最近那个凶杀案的，我觉得他应该是主谋了。所以没事啊，人都反正都是炸弹的嘛，你进去还是死嘛，盾牌进去也是死。体面一点，就是我们有我们是，我们这里是 SWAT 有出 K 男，有出狗，那就不能进去啊！不知道、啊、他现在就是要我们再进去跟他谈呢、啊，他妈的，他的要求就只有这个，他连跑都不想跑，就想跟我们这样炸一炸算了，是这样吗？这他妈人质人质的命不致命吗？没有、啊，那我你成功了、啊。闹个路不是、啊、他应该是有事情想要跟我们谈，他妈他才会要我们进去啊，他连跑都不想跑了。一起渡过天线。六，你可以先开启，然后我再进去跟他谈，也不是不行。我叫 Jack， 你装甲车救我？哎，没有，他妈我去我的车子突然换衣服。对了，警官，我忘了，好像忘了跟你们说，触发器安装在我心脏里面。如果讯号消失了，或是我的心率降到60以下，或是150以上，炸药同样会引爆。Hank，
正好是有个问题啊。像这种封控的时候，过来一个原住民单位，那你们这边如果是劝诫原住民离开，到时候就直接用 DV 把他拖走了。OK。我听不到你讲吗？是啊，我们目前谈话官以及现场最高警衔的指挥官讨论之后，目前因为某些因素的原因，我们只能在外面，就是门口跟面对面进行会谈，我们不可能进去的，因为你现在手上持有炸弹，我们没办法保证我们的探员跟警员的安全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不记得你们有这么胆小呢，警官。啊，是啊，我们的人质的命也是命，你的命也是命，我们的警员也是命的，我们只是想确保我们之间的安全。你刚刚有说话吗？让我出去的话，不就没办法保证自己的安全吗？我可是看到了装甲车，还有七八台机车在外面。等下那个，一个人有等下那原住民车的事情，那个怎么处理？我等下跟你讲吧。那我是第一讲的心脏安装启动器的。那如果我们对你进行伤害，那不就会爆炸嘛，对吧？所以我们。你自己我告诉你，我们立场。如果你看过那本案件的话，你应该明白。不是，暂停的喉咙。这个事件有点问题，这把枪发可以无限上子弹，但实际上它已经不会消耗你的子弹了，它子弹已经上满了，但是你还是可以这样。老师这个上弹动作很帅呢，你看，你现在看我在上子弹，对不对？嗯。啊，我上满了，然后我把它放回屁股里，然后就把哎。还抽出另外一把，这哥还会染色。这个是内部掉色了吗？你没看到，我一上子弹，好，他现在就枪，你懂吧？可以猛他，就像你的，应该做什么吧？顺便会帮你泡杯茶，经常要去查，你懂吗？懂吗？我说进来做，那我说顺便帮你泡杯茶，他们这边这边蛮有钱的，他那个都没有办闲聊，好不好？我会再跟谈判官我会再跟指挥官讨论的，因为基本上我们没办法进去的，我再跟他商谈一下。是啊，记住 ，sniper。竹头弹是吧？这个是剑形弹。操！我这个喷子，这个喷子稳枪五级，但是力传六级啊。他在说什么？什么？他在说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看电子。我不玩电脑。他在说什么？你们在讲什么？洛圣图没有塔科夫，没有没有 ，Abyss 之前就说塔科夫了，没事。Abyss 都玩阿玛丹去了，这个没事啊，这个没事。有单位在盾牌吗？操！喂，人啦！人形地人，怎么中？我这个目前我们需要一个盾牌本，然后拿着盾牌跟这他妈嫌犯过来看不到，我站起来给他一枪，我操！趴这个里面，趴我这个脚底下，像个王八一样。幻影坦克兄弟，幻影坦克。Real Check， 有个兄弟要过来吗？我掉。肌肉几啊？肌肉几？我靠！他妈幻影坦克兄弟，不要吐！啊，盾牌跟我来。我的盾牌。哎，这个当街自杀的是什么意思？谁呀？他妈瓜哥！你们这边人拆一半，那两台车过去另外一边，把另外一边的入口也封了。不要只封这一边。425，我们走425，我是他弄走。林姐，他比。那我们走吧，我车在上面。如果万一他真的有要起爆的意思，马上退出来啊。他起爆的话，好像要他死掉才能起爆，所以我相信他应该没办法那么容易起爆。
他自己讲他集中去装心脏里面，所以要他死掉才有可能爆炸。对，手动的，我也在猜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他只要有一点这个意愿，你就给我撤出来。OK， 我你有没有听到？人家有他有意愿就直接跑出来，直接用跑的。对，他只要有这一点心思，不管是真的要炸还是他只要有无意间谈起说怎么怎样要爆炸，你就赶紧出来。下去吧，慢慢走路。OK， 算了，我们现在 Angel 已经准备进去了。我们携带圆盾牌手。那我希望你进在进去，我们在进去的同时，你不会对我们开火。放心吧。我是带着诚意想要跟你们谈一谈的。啊，是，好 ，Sir 啊，我们这个问题已经了解。这个人难接受人质，你帮我杀。啊，也慢了，是吧？我这样喊两次，基本上没。进入啊！皮包机连上心脏啊！有点高科技的这个前半，高值老板。我听他的意思，好像以前也做过呀。连环犯罪，我说，我就跟他的意思，以前也做过案，他是连环犯罪，高级。What the fuck？ 刚听到啥响？这人的动作，不知道怎么会做。不知道他的。想法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他非让谈判人家进去跟他聊。你，饿不？还好。我要去商店买吃的，买着饿晕了。买了什么？买着吃的饿晕了，没注意，没习惯。啊，消防车来了。小镇，喂，你看一下他们在哪里谈，然后看不看得到三名人质。谁来？你看一下林选人的执法记录，看不看得到三名人质跟他们现在在哪里谈？天速呗，没有，没办法，他们前面那边堵。啊，好，等我在那看。王哥，哎，是吧？不是。三号。不漂是，哎。
人质在警员左前方的五公尺处。天佛三名都看得到吗？看到了吗？嗯，看人弄了吗？看什么？看人了。我看着弄好了。下班教教我，没弄。有叫啥？你那个你来 DC Mail VC 十四。什么 ？DC Mail， 然后往下滑有个 VC 十四。我现在目视上面人质已经明显犯了，跟远景们都在这个进去门口那个一楼那边，然后地下楼层不确定有没有人，是不是可以进入？进入先三百。田南水进不进入？如果你们从地下室进入的话，他是否会发现到 ？Negative 嫌犯在二楼，我们走一楼的话看不到。OK， 等吧。林泉，你现在听不听到我说话？听得到的话，看能不能按一下我这边。这是福克斯，老王有没有在这啊？老王，没在。老王没在啊。你们去把先把地下一楼给我们进来，没看见。我看你怎么走路一拐一拐的，怎么？主要我问刚刚那个开枪的警员啊。啊？刚刚是谁开枪的？刚刚是哪个警员开枪的？他枪支手我好像朝我开了三枪吧。啊，后面不是有医生在吗？你要不要去看一眼？没有，已经看过了。啊，那没办法，可能要休养一下吧。啊！这个案子不错，在心脏装了一个引爆器是怎么回事？报纸上连环犯罪。有点厉害，真的智慧。这是什么？什么背水一战在那赌啊？心脏连着炸弹，开锅啊？那不就是吗？不就是在赌呗？赌一战不就是吗？搞这么麻烦干嘛？真是。什么搞有什么深仇大恨啊？我又要谈，你不知道想谈什么？高勋，你以前碰见过吗？我没碰见过。没碰见过。天南，炸弹碰见过，连着心脏的炸弹没见过。我也没见过。高级。高级。你们有没有看过猎人？什么？你们有没有看过猎人？有哎。日本的漫画不是有个猎人？猎人哦，你们没看过哦。小杰、库拉、皮卡、雷欧利，没听过。没有。No。我操！完了。那可是现场情况啊！你听啊？还需要支援吗？还是观就是旁边观看了、啊，已经是观看等级了。巡警就在外面疯狂了。OK。是啊，他们那时候都已经推进去，谈判的也进去了，还能干嘛？下雨了，下雨了。有雨衣吗？应该不需要支援吧？那我走了。哦，好吧。我要找我的他妈的老王，不知道去哪了。现在老王跟谁一个群？跟我。跟他不接了。老王，走人了！我告诉你，我在这边给你预备。好。那个，你的那个地下一层是不安全的。你墙壁在撑伞的啦。什么？这黑色伞。
你的黑衬衫。我们现在以沙石路楼下的那个黑色伞怎样、啊？感觉充场怪怪的。哎，为什么我这边电台听到了？下雨天穿黑色伞，我电台的问题。怎么了？我这边电台听队长话，听那个队长的话，声音很杂。正常啊。我说这边无线电会有杂讯，正常。废话，无线电本来有杂讯，反正叫无线电。那你以为我在外面玩手机还是有问题？你知道我们这边都有无线电台吧？你把那无线电台用坏，我们无线电就不开了。哦，这样杂讯。我们每个区域都有一个无线电台。啊，是真秀。是啊，是啊。就像你去北部，你去北部只会用无线电。哎，下雨哎，听到都会有杂讯。警察下雨没有在撑伞，撑伞的啊。那第二个就是警察下雨没有在撑伞。警察，你在这里撑伞，场面有点怪怪的。确实啊。严肃点好。被确实黑色的，黑色的伞不大好。那是警察撑伞哎。可怜哦，妈的，撑什么黑伞啊？没事啊。嗯。现在都可以。怎样？你帮你能帮你知道那边有一台蓝色的轿车吧？轿跑车。啊、嗯。你能去帮我把它开看他的身份讯息，然后看完跟我说一下吗？看他的车辆讯息。旁边这么多警员，你叫我去？你叫个收容警员去查，你合理吗？哎，行，这几位是谁啊？这几位？他们都是基因等级的。哦。哎，几位帅哥、啊、听得到吗？怎么了，帅哥？帮我查一下那个蓝色的车子啊，那个门口那边有一台蓝色车子，帮我查一下身份信息。哪一辆车？他门口车库那边有一辆蓝车。两个人去就好，两个人去就好。两个人去就好。我看了没搞，不去了，查不了。他是现在的 commander。Yeah。但是我对他提供不了帮助。我的 CAD 今天坏掉了，没有带。没事。平板坏掉了，没有帮他查。感觉你的腰带特别违和啊！我感觉你的腰带特别违和，没有发现吗？昨天那个 officer 给的，我没换，今天回去再换，我也感觉特别违和。下次去换一个，比较好的吧。那感觉好像有点年代了。哎，尤其下午都一样吗？我们昨天是那个 officer 董一，都这样。没事啊，然后我就，就下班回去再换。难道是别人留下来的腰带？老学长的味道啊，闻一下看有没有成年滋味、啊。我操！今天回去顺便把这个衣服换成这个长袖。啊、哦，全员换长袖好了。我不是我只是单纯觉得不打领带感觉。好奇怪。那后面我们再查，能查得到，在后面那辆尾房那边我们再查。不知道被雨淋伤了算不算？淋的感冒了算不算工伤啊？三儿，这什么？有人说话吗？他说淋雨感冒算不算工伤、啊？可以啊，你去医院报账啊。OK。去医院报账，你跟他说你要几个感冒药。OK。小孩，太搞笑了是吧？林泉，你那边的吗？如果那边的话，先撤出吧。警员开枪还是嫌犯？嫌犯走出去。哎，走上两枪。林泉撤吧，林泉。啊，不是说心脏有装东西？哎，奇怪了。
我怀疑他身上，前半真的是急爆地，我高度怀疑他身上的东西是二炮弹诶。有没有刚才进去的 officer 没有看他身上到底绑了多少炸药？要不他一个炸弹又有伸出另外一个炸弹？没有，他们把炸弹背心绑在人质身上。我靠，那边算。有没有确定什么炸药多少当量？基本上每炸弹背心基本上绑的都是几吨的，不是就是绑在身上的那种。什么状况？他刚才突然举枪往他妈的人质身上打，我他妈要击毙！他妈的，他就直接往外跑。控制嫌犯。好吧，听到。好吧，满脸问号。好吧，讲到一半，然后突然找我们走过来，然后就返回去，然后拿枪开保险，棒，然后冲出来。需要备案。有没有看到老王？我还找不到老王。老王。我看老王在物业店里，他下线。可能，不知道盾牌少。里面还有两名，盾牌是我拿的，哥。都是绑着炸弹，辛苦你了哈。然后一名人质已经到极品。不知道请你喝一杯咖啡啊。你知道林泉跟我说，你知道林泉在里面说什么？闭上你们人质门，闭上你们狗嘴。就是，之后林泉讲话蛮奇怪的。你要么把人质放出来，然后我们追你逮捕你。这他妈到底什么语气？我不懂。对，人质说，人质闭上你的狗嘴。你们可以往前，你们快往前哦！这边有一名上换，往前一点。他之前不是读警校，他是读艺校啊。笑的是吧？我以为这演舞台剧哎。哇，那这个根本是真相发中。前面的先生，你的行为已经触法。请放弃你的武器。先进，拿一个医疗包过来，外面还没有封锁啊。用了 ES 竞技场。你们那边还有一个封锁，是不是？那个谁有竞技场的？先放，那我们先摆。你医疗包怎么拿？一个应该是进场的话，那个绑架，你扣他绑架人质啊 ，F3 肌肉。OK。老王在三品吗？然后道具，然后往下滑会有一个医疗包。妈的，老王哎、欸，不是这个。OK。所以他们需要。我觉得应该需要。三个，撤出来。OK。我应该没找到。我找到了，但是我觉得应该不需要啊。消防车去干什么呢？他在脉搏稳定为60以上，你们尽快查看，看能不能把它拆了。救护车进去干嘛？威胁解除了。What？ 买 FR 单位全进场。等一下，好吧，不走。这个，这炸药不应该由这个。爆炸后处理小组来处理吗 ？SWAT 有这个资质啊。对啊，所以爆炸物没有处理 ，FR 全部进场，他们是不怕死吗？应该是要把嫌犯救回到65以上的速度。各位，我们这边看，我这个防弹背心里面的炸弹并没有火药的。对。就是心率降到60以下就会爆炸，无法开封。
他这。你有没有老王电话？没有。仙女是女主。啊？他不是你们朋友吗？仙女。啊，我不是你们朋友吗？是的，是的。总没他电话了吧？假朋友。掏出手机看一看。对的，在外面的单位注意一下，待会可能会出去一个蓝色穿衬衫的衣服的男子，大家帮我控制他。你段子没头没尾的。哎。这 OOC 是什么？不看移吗？四儿，王哥说他下了。对啊，对。好，那我要去锻炼巡逻了。OK。祝各位巡逻注意安全啊！不要被自己的同门开了一枪啊！ OK， 不会。内部的三个，刚到谁开枪了？炸弹背景的全部都是围，没有炸药。七个小朋友。Temple， 刚刚谁打架你们知道吗？知道了，他就是全国开的袋鼠玩。我们以为是嫌犯开的枪，知道为什么？没有，我们是警员开的枪。不过电台来了一句警员，多亏。开。我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。我刚来我就看。应该旁边这个officer吧。空闲的刑警没有在风控区，直接开进现场的面。开进了。小郑，我这边让 HU 带他的 Kinect 全进去闻一下，看屋内是否还有其他东西。Temple， 进去。有警员可以搜一下刚才那名那个嫌犯的身上是否有警用手枪吗？我这被收到把警用手枪啊，那个。这边呢？这些是什么？就那个嫌犯啊。这个走出来就行了。啊，我这个给你。哎，妈的！小哥，这是嫌犯还是人质？有说的吗？删了吧，因为这个怕，这是怕他跑了，所以才留着。你先把他删了吧。车库里面是谁？人质吗？车库里面是那个人质。你们去确认一下他们两个的身份，群体先确认里面的两个身份。但目前来说呢，我们需要对您这个身份进行一个确认啊，以及对您进行一个搜身，有问题吗？是的。你需要我就给你叫警员吗？如果有，不用，没关系。帮他说。我把巡逻车开过来，稍等。OK。那个，各位，你给这个现场搜个身，你说稍等，我们给你叫个警员，好吧？我是啊，第一个是我们这，我给你这边搜身。验明身份，你来吧。没事，你搜。不过，那位女性警长，女警，跟他们确认。不等你现场，需要报警。是，我们跟他们确认身份，对，跟他们确认身份。哎，sir，能不能找国际警官？不是，找女警，找那位女警官。那就好了。啊，现场有女警官吗？给他们等会儿，我们再安排女警官。算了，男生也可以，一把年纪的，怕你们摸。我不要。他自己没有意见，那就摸吧。他自己放弃他的权益吧。好，怎么了？football。对，红发死了，对。你家留下来。你干嘛？我看一下。啊，对，他是人质。啊，我
等下我跟你留下，我这一组跟你这组留下来顾身上，然后让BI 调查我们的车，然后好，各位让一下路给抓抓的，要看多少。你们有没有拿到 ID 啊？我把 CAD 拿过来。不，跟我之外去单位再先返回图屏费，太累了。什么图屏费？然后现在有手套任务的做完的话，也做完回报了，你可以先被骗。找到了。我只知道我的眼睛第一次出现的问题。我留一组巡警在那边。OK。要我口述我的名字给你吗？还是我把它写下来给你？你口述一下吧，好吧。哎，那边法他们不带走吗？09这边是收队了吗？收，那个没什么事。那个消防可以先收队了啊，感谢消防。啊，不会。消防都。可能你去加套什么？这个就是走，回到你走。哎哈，对先生的驾驶执照有通过，然后车辆注册也有，但是为什么？刚刚你在拿枪之前有没有？他人员 ID 我查不到。而且你用他的你可能市民身份我查不到，但是他有记录我能查到，好奇怪。哎，你把身份证给我看一下。哦 ，OK，Sorry， 这边。稍等一下哈。那个是吧？各位。对。那我给你了，你拿着看一眼。看，那好，你先用我看着来。习惯不好，这枪很容易走火。啊 ，OK， 我看着来 ，OK。嗯。就这两个是出了问题的话，该怎么讲？小姐，我得先暂时把衣服扣在。怎么了？他身上有那个有刀具以及开始的弹药。还有其他黑色的暗药哦，他是，我记得他是警员的吧？哦，这边他身份吗？他的身份有警员证，我开的查询。对，他是有记录，但是没有市民身份。对呀、啊，对、啊，我刚才也是在说。哎呦，哎呦，离他们远点，离他们远点。对，离远点。给他起来，我查一下都行。给我起来。你不要动，你们。哦，嗯。哎，刚才那个男一上是身体的那个，不，这他那物品有 office 收缴了吗？刚才看到的他是弹药不见了。他好像他身上，哎呀，好像身上是什么？他有人查到记录，但是没有。对，我也看，我也没有看到。对，我也看，我可能看到他的驾照有效，然后呢车辆也有，但是没关系，那你就按照那个注册下，他搞不好不是本周的。啊也看。对，他搞不是本周警员，所以你看一下。啊，我把巡逻车开过来。说说吧，你到底是干什么职业的？哪一招警？啊，好尴尬了，我还刚才用我们那个时候的搜身，我操！
哦，我都怎么没反应？我丢，我没反应过来是要。真的。直接看到的。啊，有些人他的是。我们要推出这边安全吗？我先推出，大哥平台。是先那个，先在正式频道，现在正式频道，然后讲。啊，502地区，如果他们两个身份没有任何问题的话，就是没有任何错误的话，就让他们走吧。你先查吧，省得你看，省得他们俩只要身份没问题，省得我那个弄错的东西然后控制。我找个地方去点。蓝色白图片。是后方的主力阵地，带走人。稳啊！